哎呀，我这一天太辛苦了，喝瓶小香槟犒劳犒劳我自己吧。胖丫，哎呀，这么大方怎么舍得喝小香槟啊？嗨，我自个儿开的小卖部，我不是想喝啥喝啥吗？等等，我跟你做个游戏，你信不信这小香槟我能拿我的脑门能给你喝完了？不信。不信是吧？那我拿脑门喝进去，我拿嘴里面给你吐出来，这样能信了吧？哎呦呦，你还吹牛逼，我看脑门怎么喝进去的。给，那你给我先拿点卫生纸。哎呦，这没有了，我给你去拿啊。看我干什么呀？开始啊。呀，信了没有？还真从嘴里出来了。算了，愿赌服输，给你一瓶吧。嘿，啥都不信，在这个世界上奇能异士多了去了。给，走了吧。嘿，我也试试。我再试试。我怎么做不到呀？二狗子是怎么做到的？